吹完这个吹嘴的感觉是他的声音非常的甜美。那大家可能会小看他只有三号的开口，他其实他的开口还蛮深的，所以我们在挑选竹片上面其实是非常容易的。你要用二号半、用三号、用三号半，其实都可以吹。那只是插在音色上面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。那这颗是一个不错的吹嘴。有兴趣的朋友赶快来试吹吧。